虽然已经马上要到午夜了，但还是7月21日。聊聊。生日快乐。没想到你是唯一一个记得我生日的人，谢谢。回忆是能换男主角的，能把你从墙上救下来的不止一个。你可以在生日这一天刷新一下你的回忆，这样你再回想起这个地方就不会难过了。对不起，我好长时间没蹦，然后给蹦猛了。你是女孩子，不需要说对不起。我是觉得今天一天都挺开心的，结果什么被我一搞，有点煞风景。这样记忆会更深刻。有个芝麻，谢谢啊。我刚吃东西，然后不小心蹭你脸上了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就说煞风景嘛。